第二十个问题，他说：“请问道长，如何在现代生活环境下恢复庐山东林寺的道风？道长作息时间应如何适应末法时期的修行者？”印光大师教导我们的，就是最适合于现前末法时代的。啊，你们去看看，啊，现在全集流通很广啊，啊，这些资料啊都很容易看得到的，啊，你看楞严山寺的规矩，啊，那是给出家人定的，在家人稍微宽松一点，啊，小道场，真成就。